我是耶稣姐，今天来分享我的小猪包包里面有什么。那介绍的就是这一款包包，今年2月14从男票那边收到的情人节礼物，然后它是小羊皮的，对，我记得，所以它的材质是非常软的。那根据它这个每个包包的做工不一样，它这上面的纹路会深浅不一样。我买的我是选的那种纹路比较深的，柜姐他们会拿出包包给你看，然后有个别的纹路比较浅，我就觉得深的纹路比较好看，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有买这个包包的话，他们这种纹路深浅不一是比较正常，很正常的，因为都是用天然真的羊皮来做的，所以不能保证每一个羊皮都是长得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包包的形状有点奇怪，因为我现在里面装很多东西，所以把它给撑得很丑。那我们赶快打开然后进入主题吧。那首先说一下它这个扣还挺特别的，它是有一个类似别针一样的东西串进去的，这样就等于一个锁吧，就这样扒开，就是把锁打开了，然后要把它转正，从横到竖的一个方向这样子打开，然后里面装的东西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因为这个包包本身买的就是小号，然后它还有大号，大号可能会比这个大一圈这样子。那因为是小号，所以里面装的东西比较少，我就尽量我平时一定要用到的东西才会装进去，就不会放化妆包什么的，因为也装不下了。那首先先从外面开始吧。手机这是必备的，这个 iPhone 的6 Plus 手机一台，然后我还会再带一台这个美图 T8， 因为我出门一般都是会化妆，所以我化妆的那一天都会带出门自拍这样子。我买的是这个香槟粉色，然后这个包包里面就能装得了这么大两架的手机。接着呢，钱包，这个是其实它是卡包啦，但是因为这个它装不了大钱包嘛，所以我经常也会用到这个卡包，就把它当做钱包来用。这个卡包呢，我是在 FranFran 买的，当时是打完折以后才1000日币这样，所以非常便宜。然后为什么现在它合不上，因为我装了很多卡，它的容量真的超大的。那平时我是不会带这么多卡啦，差不多一半这样子，就根据我去的地方去哪个城市，比如说去新宿的话，我可能带的卡会比较多，因为我经常在那边购物，在那边买东西。然后就去我家附近的话，可能就不会带这么多卡。你看它这个卡包可以装这么厚一叠卡哦，把钱把日币这样子折起来，装到这个卡包的最后面一层这样子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方便的，我的又当卡包又当钱包的一个小包。然后当然还有零钱嘛，就是硬币这样子，我会另外再用一个这个来装，它也是在 FranFran 买的，所以我就真的很喜欢 FranFran 的东西，他们家就质量超棒。它就是专门一个用来装零钱的，然后这个颜色是有点带橘粉色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它质量超级好。这个我用了，这两种我都用了超过1年半了吧，应该快2年了。然后它里面就是装的硬币，可以看到它容量也是非常大，可以装很多的硬币。所以这两款对我来说都是常年在用的钱卡包，超实用的。接着呢，包包里面还会放纸巾，接着这个内袋里面还有一块。这些小东西呢，平常我装大包的时候我会用这个化妆包来装，这个化妆包我也用挺久的，有1年了吧。这个是去年日本 Sweet 杂志还是美人百花杂志，哪个杂志我不记得，反正就是杂志附属的一个化妆包，我觉得它真的超耐用，超实用，超好用。然后我平时带大包的话都是这样装在这里面拿出去的。然后有这个之前 FranFran 买到的镜子，那我出门就会带这面镜子，因为比较小巧比较方便，花纹很可爱。它之前有个手柄的，但是手柄断掉了，这一点比较不好，但是还是珍惜着用。然后还有因为一般出门的话带美瞳，我会带这两样东西，一般不带这两样出门我会没有安全感。一个是狮王的这个隐形眼镜辅助液，之前购物分享有说到过，就不多说。然后里面还会再含一片这个日抛的美瞳，就根据我当天戴的是哪个颜色的日抛，我会再备一片放在这个包里面带出去，因为怕出门以后眼睛随时随地会变得不舒服，很硌眼，实在难受我就会当下直接用这两个来把美瞳给换掉换新的。然后还有这个乐敦隐形眼镜眼药水，这个壳子是他偶尔有做活动的时候会送，我就买了这个拿来收纳这个眼药水带出门，也是超好的。
接着呢，我会带口红，就是不一定是这支口红啦，就根据我当天妆容用到的是哪一支口红，我会带出去，就是吃东西吃完以后会补唇部补妆这样子。然后补妆产品还会带眼线笔一支，随机看我当天用的是哪一支，我会带身上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不会带粉饼，就是圆形或者长方形那种带出门补妆。我带出门补妆的就是遮瑕膏，因为我觉得用粉饼的话会妆容感更强更厚，就是你再怎么补它脱落的地方还是会脱落，然后我就带遮瑕膏，主要它就是很小支嘛，不会像圆圆的那么一盒那么占地方。遮瑕膏就是你一些放瑕疵啊浮粉的地方，你用一支持久的遮瑕膏这样子去补一下妆就非常的好了，所以我长期出门补妆用的都是用遮瑕膏来补。然后差不多也完了，内袋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钥匙，系着一个小铃铛。那我的这个小珠包里面有什么的东西都分享完了，可能今后也会不断的分享我当季背的包包和包包里面装的东西。那么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类的视频，多按赞多给我留言，我才会有动力多拍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